向富婆表白了。阿强，有个事儿跟你说一下。我快快说，别给放了。说咱俩的关系是不是应该再进一步？啊，你说啥？我说咱俩的关系是不是应该再进一步？认真的吗？我这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。我本来以为你是个直男，没想到要开枪了一天。说怎么个进法？对，现在说吗？你准备好了吗？看看。没啥，是我无能。蕴藏了个啥？那你在这干啥去呢？不是，你摆个机会在那儿，你是想拒绝我，然后当众羞辱我，发个朋友圈是吗？我怎么可能拒绝你呢？虽然现在什么都没有，但是我可以等你。以后在公司好好干，有什么困难我都可以帮你的。来，拿去。哎呦，这开始了是吧？来吧，快给我。有点紧张。没有点紧张。在公司吧，跟你一起摸爬滚打这么久吧，从什么小助理到副总，说实话挺谢谢你的。见证了公司的大起大落，也如今看到了公司盈利日益增长，这个钱，说。就是你的那个账户密码，可不可以告诉我？我最近学了一些专业的金融知识，我管钱肯定比你更专业。哎，然后呢？不是，你就说这个。不是，你看你挣钱，我管钱，是不是？咱们的关系肯定会更进一步。我呢？